这次的分享会，乐享会，然后你们嗨不嗨？今天会有很多特别的舞台和特别的表演，也会有特别的嘉宾。那现在呢，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下一个特别嘉宾，他呢拥有多支 Billboard 榜单歌曲，他是一位 rapper。Let's welcome New York's very own AZ Ferg。